广西最适合越冬养老的三座城市，冬天比三亚舒适，景色优美，物价低，看看你最喜欢哪个。尊敬的网友们大家好，我是天天跟大家分享旅游干货的小熊，点赞加关注，旅途从此不迷路。说起广西，很多朋友首先想到的就是桂林、阳朔、北海这些知名度比较高的地方。其实广西不仅有着优美的山水风光，其境内的少数民族风情也非常的浓郁。由于优越的自然环境以及广西沿海地区冬天温暖如春的气候条件，受到了很多北方候鸟的青睐。那么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广西的三座沿海城市，它们冬天比三亚舒适，而且景色优美，最关键的是物价低，看看你最喜欢哪个。第一座，北海。北海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，它是广西省的第一市，别称居城，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始发港，国家历史文化名城，滨海旅游城市。北海三面环海，由于空气质量好，富氧离子高，被誉有天然大氧吧之称。而这里的空气质量多年来位居广西省内前三。说起养老，气候条件就是非常重要的考量指标。北海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，这里最冷的一月份气温一般在20度左右，冬天这里没有三亚那么强的紫外线，所以选择在这里过冬比三亚还要舒服得多。北海城市绿化好，到处都是花草树木，配套也非常的完善，生活节奏慢，物价低，气候条件优越，是国内非常不错的过冬养老之地。第二座，防城港。防城港是广西省的第一市，是一座滨海旅游城市、边关城市、港口城市，位于我国大陆海岸线的最西南端，背靠大西南，面向东南亚、南宁北部湾，西南与越南接壤，海岸线长达580公里，是广西省海岸线最长的城市，也是北部湾唯一的全海景生态海湾城市，被誉为西南门户、边陲明珠。防城港是一个建在海湾里的城市，有山有海，被誉为城在海中、海在城中的城市。这里居住环境优美，城市规划和建设都非常的好，而且这里的气候条件也非常的优越。地处北部湾的防城港具有明显的海洋性季风气候的特点，这里年平均气温23度左右，而冬天这里的温度比北海还要高上3度左右，可以说这样的气候条件非常的舒适宜人。除了拥有良好的气候条件外，防城港的空气质量也非常的优越，由于拥有超高的森林覆盖率，被誉为中国氧都之称。这样一座环境优美、气候条件优越、城市配套设施完善的城市，非常的适合养老过冬。第三座，钦州。钦州是广西省非常低调的一座城市，可能很多朋友都没有听说过这座城市的名字。钦州位于广西省的南部，东与北海和玉林相连，南临钦州湾，西面毗邻皇城港，北部与南宁接壤，地理位置非常的优越。钦州的海岸线长达510公里，这里的海资源非常的丰富。受海洋季风气候的钦州，冬天温暖如春，一月份最冷的时候温度也在14到21度之间，可以说是非常的舒适宜人。钦州的城市基础设施和生活设施都非常的完善，有多条高铁高速穿境而过，加上距离南宁近，钦州的区位优势就显得非常的明显了。而说起养老，就不得不提医疗条件。钦州有多家三甲医院，完善的医疗设施，其医疗资源是北部湾城市中最好的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小熊的视频，帮忙加个关注，点个赞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过冬养老别再去海南了，云南这5个地方气候温暖如春，景色优美，物价低，看看你喜欢哪个。尊敬的网友们大家好，我是天天跟大家分享旅游干货的小熊，点赞加关注，旅途从此不迷路。最近一股寒潮席卷了我国大部分地区，每当到了寒冷的冬季，就希望找一个环境好、景色优美、温暖如春的地方度过难熬的冬季。特别是北方的朋友，这种感觉就更加的强烈。一直以来，海南三亚是最受北方候鸟喜欢的越冬之地，
但随着这几年去海南的候鸟越来越多，物价也是水涨船高，再加上限购政策，让不少候鸟开始逃离海南，选择更加适合越冬养老的地方。那么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五个云南最适合越冬养老的地方，它们冬天温暖如春，不限购，景色还美，物价也要比海南低得多，绝对是理想的越冬养老的好地方。第一个，昆明。昆明相信大家都再熟悉不过了，它是云南省的省会，著名的旅游城市，也是国内最有名的春城。昆明四季如春，冬暖夏凉，非常适合居住养老。守北亚热带低纬度高原山地季风气候的昆明，年平均气温17度左右，年无霜期278天，即使在最冷的1月份，这里的温度也在10到20度之间。冬天在昆明越冬是最舒适的，除了拥有舒适的气候条件，昆明还是一座秀美的城市。它南面濒临滇池，三面环山，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湖光山色之城。作为省会的昆明，其基础设施完善，物价也相对合理，交通便利，景色也非常的不错，绝对是国内最理想的越冬养老城市之一。第二个，西双版纳。西双版纳是云南的8个自治州之一，首府是景洪市。由于地处北回归线以南的热带北部边缘，它是一个没有冬天的地方，甚至这里的冬季还会感觉有点热。西双版纳的年平均气温28度左右，即使在最冷的1月份，这里的温度也有25度左右，可以说是非常的舒适。虽然这里夏天比较热，但选择在这里过冬绝对非常的舒适。而这里也成为了继海南三亚后北方候鸟最理想的越冬养老之地。西双版纳除了拥有良好的气候条件外，这里的景色也非常的不错，拥有非常丰富的动植物资源，是我国热带生态系统保存最完整的地区，更有植物王国、动物王国、生物基因库、植物王国桂冠上的一颗玉宝石等美称，是中国唯一的热带雨林自然保护区。而完善的医疗设施、便利的交通、丰富的蔬菜水果，给来这里越冬养老的候鸟们提供保障。第三个，丽江。相信大家对丽江这座城市应该不陌生，丽江是云南有名的旅游城市，是很多朋友都非常向往的地方。丽江位于云南的西北部，这里大部分地区冬暖夏凉，年平均气温13到20度之间。虽然这里冬天的温度比前面说到的昆明、西双版纳要低一些，但对比北方来说，这里就要舒适得多。除了良好的气候条件，丽江还是一座非常优秀的旅游城市，这里的旅游资源非常的丰富，选择在这里越冬养老，没有严寒酷暑，却能感受这里深厚的人文历史以及优美的自然风光。第四个，腾冲。腾冲是最近几年才火起来的一个旅游小城，之前是一直默默无闻，非常的低调。腾冲是保山市代管的县级市，位于云南的西南部，保山市的西部。腾冲的气候条件优越，自然风光秀丽，受热带季风气候的腾冲集大陆气候和海洋气候的优点于一体。这里冬春季天气晴朗，气候温和，冬季温度一般在8到20度之间，而夏季最高气温不会超过30度，是一处避寒避暑的好地方，因此被评为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之一。而腾冲境内的空气质量也非常的棒，负氧离子含量非常的高，因此又有天然大氧吧的美称。这样一个气候条件和自然环境都非常优越的小城，你喜欢吗？第五个，大理。大理这座城市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的熟悉，它是云南最理想的宜居城市之一。这里冬天气温8到20度之间，非常的舒适宜人，放眼国内众多适合越冬养老的城市，大理的综合条件在国内绝对是位居前列。守低纬度高原季风气候的大理，年温差小，是一处真正的冬无严寒夏无酷暑之地，气候条件非常的优越。苍山之路，洱海之滨的大理，自古以来就是南诏国和大理国的都城。在这样一座宁静而又安逸的城市过冬养老，感受这里的历史文化气息，绝对是一种惬意的享受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小熊的视频，帮忙加个关注，点个赞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